然后警察都这样，就发现那个车子是在用票。哎呀，警察妹妹也很勇敢。对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辛苦了。这样过瘾吗，各位朋友？过瘾吗？过瘾。阿口，牛哥，你看这边安怎巧嘞？我过瘾的话，刚刚蓉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八月会在这个台北的 A， 就是国际会议DICC 会办一场演唱会，第二次的个人演唱会，不是个人啦，就是我前年是跟李翊君嘛，对，去年跟詹雅文嘛，是，今年就是跟蓉姐，哇，所以大家到时候有想要听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因为这个户外跟那个里面现场不一样，那个音响设备还有我们的整个节目的设计过程，千万的音响跟舞台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在里面可以看到龙大 VS Daniel 对，好。那现在我想你刚唱的两首都客家歌曲，我知道你去年11月发了一张专辑唱片，那个电视8点档都有播呢，每天都听到那首歌。哦，对呀。哦，那个再爱一次，再爱一次，对，林淑荣合唱的那首。是，我跟林淑荣阔别了25年哈。25年之后，你看他有没有觉得？有没有觉得 Samoy 暗讲？哈，就有点 feel 了。欧巴桑暗讲。欧巴桑暗讲。好玩的，有录影。那就是阔别25年，很难能可贵，这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们又再一次合体。合作了一首歌曲，不是无言的结局哈，也不是另一个结局，是再爱一次。当中有一小段那个 feel 有点感觉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。原来是这样吧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泪在流，心在痛。对，怎么感觉像别人的歌？没有很熟啊。你跟林淑荣阔别25年，感情没有很好啦。有啦，越来越浓密。因为你现在喜欢龙大啦。哎啊！被发现啦，错过你我不要啦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哇，这首歌。因为你跟龙大很难25年之后再合体啦。这真的啊，25年我们都已经老了。反正他已经离开后台，没关系啦，随便讲啦。小心啊，录影会说话啊，当心会被攻出来呀、啊！好的啦，来啦！汽车监视器啊，真的非常厉害，有这个不能做坏事。对，旁边的车子把你做坏事拍到你的脸。是啊，小心，而且千万不要喝酒。对，喝完酒不要坐计程车。据说现在混响都在安全帽穿防护衣的，好吧，这张专辑的新歌来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因为今天淑荣姐没来嘛，又没办法唱合唱歌曲，那我就个人带来这一首歌，跟龙大还真的有一点关系啊，因为是他弟弟帮我写的。江志峰老师，他不止会写台语歌，而且国语歌也写得还不错，非常的好。是，这首歌叫做《错过你我不要》。好，想不想听新专辑的歌曲？想听，掌声哎！掌声鼓励！来，掌声鼓励！掌声鼓励！牛哥，《错过你我不要》。